现在是12月1号的日本凌晨1点钟，刚洗完澡，现在准备要睡觉。睡完这个觉之后，就开始为期25天的 Vlogmas。晚安。Oh Christmas tree, Oh Christmas tree,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you mean to me, Oh Christmas tree.Honestly, it's never been much about you. Don't get me wrong, I think you're great. Root of tradition we celebrate. But oh, Christmas tree, more than anything, it's all the people.会议结束，所以我来跟大家讲话。早安，虽然已经中午下午了吧，现在是1点10分，台湾应该是12点10分，但是我今天起床已经是12点左右的事情。昨天就是在看那个 Netflix 的《华灯初上》，就是杨谨华演的那个，超好看，这会让人会一直想要看下去。所以我昨天看到凌晨2点多，现在剩下最后一集的。最后30分钟，我要留在今天把它看完。今天是 Vlogmas 的第一天，他在微博和午餐。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做指甲，因为我指甲中指这边断掉，这边缺一个角，所以我要把它整个再把它剪短一点，然后再重新上一个比较圣诞节的颜色。我今天4点多的时候还有一个线上会议，线上会议结束之后呢，我可能会跟我男朋友去看房子。为什么要看房子呢？其实不是要买的那种，是租的那种。因为我们这间房子已经到明年就到2年，那合约就是2年嘛，它只要有一个合约更新的话，就要有一个合约更新费用。合约更新费用呢，你就要再缴一笔租金的钱，等于说那个月要缴2份租金的钱，缴那笔钱不如再去找下一间房子，就是会比较划算啦。虽然是到明年，但想说今年就是如果有好的房子的话，就去慢慢看，然后多看一点也比较有经验。好，那我要来做指甲，而且我因为没有那个哔哩的那个机器，所以我都是用自己用磨的，然后就是慢慢看 YouTube， 然后慢慢做指甲。做指甲做到一半，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的观众有2个女生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原本就认识，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他们两个原本是认识。然后他们就在现实动态写说，因为我的 Vlogmas 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也一起来决定做一个万圣节前25天的挑战。然后他们是挑战每天发一首有关圣诞节的歌曲在现实动态上面，我也有分享在我的现实动态，就是他们的文章。然后呢，他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是这个，他们今天的第一首是 Twice 的这一首歌。我觉得他们这活动超级可爱。昨天晚上我在吃那个炸酱面的时候，很想要煎一颗蛋，就一颗蛋都没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耶，绿色。我原本想说要做橘色，有点亮橘色的那个颜色，然后可能比较圣诞节。但是呢，
善变，所以呢我决定还是做绿色，因为我前几个颜色都是做深色，所以我想说这次来做个浅色好了，看起来手指好像也会比较美，有吗？在刚刚我做指甲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 Vlogmas 初心者的一个赖群组，就是因为我这个 Vlogmas 不是跟天天东京还有好好日本一起做吗？对焦对焦，那边就有一个赖群组，就在这上面，就是会互相打气，互相分享，哎，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有什么地方可以拍，就是休假的时候可以去。然后我刚刚在做指甲的时候，他们就约了下次三个人见面，哦，三好难比哦。谁可以比降三？我都比降三哎，可是因为日本人他们都是比降三，我这边就可以比很顺，这边就也就比较慢。日本人的比法好，三个人，我们三个人要第一次见面，就在我刚刚做指甲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约好时间要去哪里，至于几号要去，是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讨论好了，所以非常期待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想要先化妆，不要好了，我先来回答的留言。嗨各位，我又回到这个位置了，因为我刚刚口红好像太浓，因为我刚刚想说我要去回 YouTube 的留言，但是因为我看到时间之后发现已经三点多，所以我必须要去化个妆，所以我就快速完妆，然后等一下要回忆啊。口红好像太浓了，涂掉一点哦，这样比较好点。这次就是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介绍的 MAC 的 Marrakesh， 颜色很可爱吧，赞。各位，我终于离开我们家的餐桌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但是我们原本要吃韩国料理，可是因为他朋友突然就是有事取消不能来，所以如果两个人吃韩国料理的话有点晕，因为就没办法点太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说去，想说去秋叶原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你们会跟我一样吗？如果是看电脑看太久，眼睛就会变雾雾的，就是视力会变很不好。只有我这样吗？My brother's flew in this afternoon. We're catching up. Oh, what a year. Old Christmas tree, I nearly missed you there. Don't get me wrong, you're a sight to see. With all faded photos up.AV 女优的酒吧。我们先进来寿司楼里面。我好像放太多，有点太浓。
鲔鱼的爱好者，然后跟我一定会点的蛋。馄饨拉面，好像是新的。他点了起司拌面，这好像也是新的菜单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鲔鱼。然后为什么我的超好笑？どんなやつがいるの？これはカニがすごい。やかれよ。哇哦！鸡蛋面，过来。宇宙的鸡蛋。就没吃到他刚刚才点的。我现在点了一个，当初我第一次跟男朋友来吃寿司郎的时候，我点了那个东西，然后我男朋友超惊讶我竟然会在寿司店点那样东西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搞不好你也会点那样东西。那投影噔噔，就是它，牛肉寿司。谁跟我一样会点这个？めっちゃうまい。塩豚なんだけど、なんだこれ。味一緒。レモンの味もする。刚我们坐的后面那一桌有个男人超级吵，吵到我超想去骂人。哎，冷下来了呢。我刚带着好像拍反。